得比較深深啦，深深深深。我覺得信心大了，信心大了。同埋我雖然呢個 show 唔可以係恆常搞嘅一件事情啦，咁但係我希望、大家會睇到我另一邊之後，會多啲可能唔使成日匿埋㗎。雖然我即係我覺得乜嘢 fans 就會我咩星就咩 fans， 聽人咁樣講啊，所以大家都比較內斂嘅。咁但係我希望大家可以出我出商場唱歌嘅時候，大家都可以出嚟支持下我，因為我想見到大家咁樣。係啦，呢個其中一個訊息啦。咁我希望嚟緊可以做多自己嘅歌咯，即係我唔想下次開 show 嘅時候仲係唱緊人哋嘅歌，我想全部都係自己的歌咁啊，最 perfect 啦。有呢個計劃嘅，其實一直都嚟緊都會同唔同人 collab。咁之前同周一次啦，嚟緊下年就有其他安排，會喺作曲作詞方面同人哋合作咯。係未知啊，待住先係啦，希望可以啦，係啦，睇下經理人點搞啦。